要的鱿鱼了。我直接把后排放到左边不行了，那不行，那放到左边啊，碰阿卡丽了咋的？我这得远离他一点。可能也行啊，再来一轮，我不跟你犟了，可能也行，放左边也行，我的问题，我就不跟你犟了。滚蛋吧，看上去就和挠痒痒一样。这就不扔了，在我手里吧，来个小炮，你是随机，但你是，哎呀天，差两把大剑行了。新地甲帝国高于一切，看上去就和挠痒痒一样。我赏金，我也没有赏金，我咋选？现在燃烧！我要有赏金还行，我这阿卡丽装备齐了，我这春哥无尽大天使齐了，这把就新低加刺儿了。升了啊！这轮先不升，这轮输不输、赢不赢都可以，差的不多，差两把大剑，差一个女神之类的。摆烂了，升了得了。我要的装备不是那么难拿，不是那么很难拿，所以我们可以升。半行不行？大剑不难拿，不难拿呀。不行，我拿捡漏呗先。攻速难拿，攻速全套的不好拿。引线在燃烧，引线在燃烧。怎么办呢？抄一下，看看上把那新迪加刺儿是什么阵容。我把落手卖了，
不太舍得卖呀。准备好应付麻烦了吗？看看上马的新地加税，抄他一手。现在燃烧，引现在燃烧。命中兵绝路等于。别约了吧，那不约怎么吃钱呢？肯定得约呀。不约白不约，白给钱干嘛不要啊？一回合白给两三块呢。五个新迪迦就够了，卡牌就不要了，卡牌一般都是不要的，如果这轮能给点钱我可以要，生哥有了。牌其实都可以后边再拿着几个，不是那么特别重要。
卡的钱有点多，艾克先不拿了吧，艾克拿了上不去，不要了。这个没问题。这波可以麦接拉。半下轮开海克斯，你谁都是这样的。引线在燃烧，引线在燃烧。刺客之心不是挺好的吗？那个，我们这是在干嘛？生不生，我都一倍了，我生啥呀，我赢了我生还行，他给我整倍了我还生，我不生。三把大剑，给把大剑吧，兄弟们。来个吹风，可以给艾克，好，可以给艾克和鬼叔也行。和鬼叔好，吹风也可以。吹风也不错，可以吹，直接吹了得了。吹的钱没。从不妥协。是。艾克生气不来了，不能。你很急吗？经济还不错，不能说是还不错，只能用说，只能说是用相当不错来形容。大狼人，给我一顿挠。我就是觉得杯子是半空的。打到狼正好拉到七，选秀给个阿卡丽就行了。
给个大剑阿卡丽。嗯，不错，我觉得不错。引线在燃烧，引线在燃烧，赢就赢了，宝贝。我觉得很想吃东西。名流搁哪呀？准备好应付麻烦了吗？苏两轮拉个七，拉个八，找一张阿卡里 ，OK。人家卡莎都来了，我要张阿卡利不过分吧？开始制造麻烦了。你们是哪的？被迷住了，我可以肯定。不知道选秀有没有阿卡丽呀、啊？可以。大哥，
生啊！也不知道拿阿卡丽干什么玩意儿了，瞎勾巴拿。哎，畜生啊！哎，这就拿下。来张布龙。时刻准备着。凌驾一切的战力。说嘛，不对劲呢，我这阿卡丽还不把他们俩都杀了？我这就我为人人啊，我为人人。谢谢长长的钻石粉丝啊、哦！谢谢长长，感谢。我现在要把这个换布隆。换个两名流，我觉得四次够了。我四次够了，换两名流，换个宝石，换个那个萨勒芬尼。我说这他妈的，我那阿卡丽往人群里一进吧，那路都给我击飞了，又一进吧，那个芬尼给我吹飞了，我靠！上四学者呀、哎、呀，你应该走开的，就上分女呗。我可以闻到分女跟小猫呗死亡气息。拿大头先用着呗，俩可以了，让我查一下。装备别的咱就不说了，就只能用牛逼来形容了，兄弟们。
太牛逼了。其实我这青雨应该给杀口的，我先喝个圣杯。我准备好了。就嗜血者了，嗜血者挺厉害的，两名流没有嗜血者厉害。那我们差个布隆就是。哎呦我操！机器人打职业，大二星阿卡丽。可以上七，我也不知道拿什么，哎，不重要了。除非我的杀头能把这劲杀了，劲还闪避了，啥也不是。阿卡丽梅二确实是有点啥也不是的感觉，不太行事儿。第五名也行吧。